咧，其實我哋係由一開始就已經玩呢一個民謠嘅音樂嘅。喺我哋坐到咁直，好似學生咁。係咩？係啦，咁樣咧跟住但係其實係個緣分係在於某一次我哋夾 band 嘅時候啦，咁啊吉他手啊 Sony 啦，就彈咗啲比較 math rock 嘅嘢，咁我哋類似就喂幾正喎，不如加落我哋歌度啊，我哋民謠加埋啲 math 嘢，哇！數字民謠啊，正啊 ，math 福啊，咁我哋講笑，跟住就產生咗呢個念頭，就一直做落去啦。跟住當時就話數字民謠好似唔夠型喎，不如我哋自己改個名叫算術民謠啊。跟住就我哋就從此以後就用呢個算術民謠咧，就行遍天下。其實因為數字搖滾同普通嘅歌有咩嘅呢個嘅重大嘅分別，就係在於結構，就係因為佢哋嘅拍子比較複雜，即係可能佢吉他手玩緊嘅係拍烏蠅啦，咁而呢一個 bass 手可能就係拍緊蒜頭啦，咁而呢個鼓手可能係拍緊蚊嘅喎，咁就撈埋一齊啦，就大家就有一個 fusion 嘅菜式咁樣啦。本身諗住。其實上年呢個時間，我哋已經諗住要出碟嘅啦。但係點解搞到依家仲未出到呢？就是、因為原來有好多嘢要自己做嘅時候，咁我哋有好多嘢又唔識做喎，跟住就會揾咗好多人幫手啊，問下點做啊，跟住有啲步驟，譬如錄音咁樣，我哋又可能重複做多咗一次啊，同埋製作上我哋又特別要求高啲嘅，所以呢啲嘅。而家暫時呢個 moment 係未完成嘅。其實他們是就是我們那個 EP 的包裝來的，那我們到時呢就我們限量發行這個200隻，那基本上都是全人手整，因為是的，蒸籠本身是那隻色的啦，那我們就專門找了油牆那些油就油了底油，之後再買那些噴油就噴回漂亮，大概就會完成了，就是這樣是的。到時的 CD 呢就會放在這個，都是我們人手黏的啦，就是首先有一塊透明的膠片，再黐一張蒸籠紙，加埋一粒放 CD 嘅的，跟住到時我哋再將呢一塊膠咧，就睇下點樣完美無瑕地再黐落嗰只碟度，係啦，咁就係一個好靚嘅一個將會完成嘅品，就叫做佳品。